做口诀放马，做口诀放马，跟跟啊，病难重重的出手，重重的出手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马斯克，马斯克的，似乎身价高了，但是呢，好在悬在，悬在半空中啊，悬在半空中啊，好像被打飞出去的感觉，嘣。像打飞出去的感觉啊，被打飞出去的感觉，这不过飞呢是往天上斜飞出去的啊，但是呢那个手啊脚啊就张开的那个那种啊，就这样就那个不知所措的，或者抓不到稻草的那种，那个样子啊，外星人，对，本来呢外星人对那个，马斯克也要下手，啊为什么，他自己都没有明确。阐明外星人的存在，啊，只是他的就运气比较好，一项一项都实现了，本来呢外星人也要对他下手，但是呢，这次看到他，对川普总统全力支持的份上啊，就打了他一拳，让他飞出去啊，让他明白，你要飞上天的话，你必须要想到了外星人呢，所以啊。可以说马斯克是逃过了一劫啊！如果像其他人一样，如果没有出来支持马斯克的话，没有支持川普的话，这个的结局也是很惨，这个的结局也是很惨啊！幸亏的临门一脚的时刻，他走对了路子，好，再见，嗯。